及骂西，依然还是在飙高音和炫技。网友真的听腻了。歌手第九期，迪玛西最终凭借一首超高难度的 All by myself， 他的评价是极具力量的声线演绎下，音乐里的孤寂变得铿锵有力，恢宏大气。不过从第一期开始到第九期，迪玛西几乎一直都是在飙高音和各种炫技，所以很多的网友听他的歌也已经听腻了。迪玛西上一期唱的是韩红的天亮了，结果当时就有人调侃韩红听了想打人。这一期迪玛西唱的是 Derek Carmen 的 All by myself， 真的不是一般的高。听完迪玛西的演唱，其他几位歌手的表情和上一期一模一样，惊讶之外还是惊讶，也许除了惊讶他们也无法用面部的感受了。音乐博主 @RB 在微博上写道，迪玛西 All by myself 这是在正式场合中听到的第一个唱女版原调，语气就是哇，竟然是用跟席琳迪翁同一个超高是唱完的，厉害，再乘一分。幸亏这首歌本身就是首纯炫技歌手，不然的话绝对承受不住这么多炫技的即兴，但最后的即兴仿佛并不是 AL 画眉鸟。另一位音乐博主 @ 登登 ho ho 则说的有点直接，这季歌手真是惊喜太多了，不仅有大 rap 的，还有大转音的。大部分网友当然是不太买单了，有人说迪玛西的高音虽然厉害，但是感觉听腻了，欣赏无能了。也有人表示迪玛西唱的有点吓人，听觉疲劳了。